此打捞第八天，今天咱们来到这个大河边，看到那边没有？那边就是一座大桥，我感觉底下肯定有很多的东西，咱们来试一试，看看今天的收获如何。兄弟们看到没有？一条小鱼。哦，我们把它抓起来。啊，去，跑，往哪跑？自己游回岸上。太傻了吧？这鱼也太傻了吧？自己游到岸上了。这什么鱼呀、啊？我咋没见过这种鱼呀、啊？你见过吗？算了，把它放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一捞，走起。第一捞依旧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。再来一次，走你。感觉有东西。我操，这什么呀？一个玩具。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玩过呀？反正我是玩过。看到没有？应该是坏了的。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二捞，走起。此时此刻，天上也下起了雨，没事，也挡不住我捞东西的脚步，走起。此时此刻雨下得特别的大，看看能不能捞出来什么东西。又是啥也没有，雨已经下得特别大了。我的天呀，难道是赶我走的吗？来，咱们今天最后一捞，走起。雨下得太大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。好像捞上了一个铁杆子。这什么呀？棒棒糖吗？这个东西最起码有好几斤，也能吃个几块钱，不错不错。兄弟们啊，下大雨了，我们今天不能再捞了，我得赶紧回家了。我也没带伞，看到没有？为了捞一个宝，我鞋都脱了，光着脚的。来看看咱们今天收获，一个玩具青蛙，已经坏了，没用了。还有一个这个东西，这边是这样的一个洞，不知道这留干嘛的。这边是这样的，挺重的，有好几斤，应该能值个几块钱吧。